BRG 打不错，开门红，开门红，也特别感谢我们这个后勤团队啊，尤其我们总教练，这什么东西？加饮水机，奢华冷冻冰沙，好，解释解释，你看，这把旋角左边 driver 呼响，然后配上这个版本。很流行的就是双大男加阿奇尔的阵容，然后下路就是一个小队组合啊，迷你欧加路仙，哦，这路仙第三件后、哦、第四件通常会出火炮，加上迷你欧把他手变长，他可以滑上去顶一套，有点类似以前那个什么纳米路仙的组合，所以这个阵容呢，其实很仰赖卡萨在前期的发挥啊，卡萨前期这角色是比猪妹屌很多的，但是反过来讲，就前期只要卡萨发挥不了，那BYG 这把团战是非常舒服的，哦，这把就是标准的哦，BP 完就知道赢一半了。那你看，这更没得打，完全没得打。Kasa 就站在你脸上，把你的鸟清了。到这边我看很多人在嘴炮 Kasa，但其实我觉得他有打出他应该要打的东西啊。我觉得 Kasa 这盘是打得很不错的。这个拍到了吗？你看拍到了，你看小地图，这有个蓝蓝的灯亮了。这里花拍到贝尔维斯了，所以这边只能说 CFO 有点倒霉。当贝尔维斯知道自己露头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了。猪妹已经出现在下路了，所以他们这时候你看，你第一时间你有看小地图的话，他们第一时间就往后丢了，但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就只能活一个。所以蛇蛇决定卖自己啊，站在这里就有点装，这里就很像是没有必要，你知道吗？就你在这边跟他对抗，其实你牺牲的是山坡的野区资源，山坡在那里没有吃。然后也没有意义，你不可能抓死他嘛，交掉这个更不应该，交掉这个顺顶多点两下，然后就退了，而且搞不好连点都不能点，因为猪妹反手一个大绝，你没闪就死了，然后你没有控制之后，双人线就被抓了。其实这个不管是甩辅助或甩 AD，感觉都得死一个人。对啊，最惨的就是甩辅助，有闪的辅助没闪到，然后没闪的 AD 站着再被烧死，最惨的结果死两个。到这边，其实我认为 BYG 就已经八二开了，打到这边就八二开了，因为 CFO 应该打出来的东西在这一刻已经回不去了。这里风上来爆射一顿，但是全部被龟形态护盾吃光，是盾破了之后其实还是蛮痛的，他那个赤色屠戮末段的伤害还是打了 Rise 蛮大格的，消耗完之后这条龙又是免费的，免费三龙，这波压制不仅仅是把血线压掉了，还把视野通通布进去了，你看一下中路横着一排过来。都是 BYG 的粉眼，然后他们中路外塔塔底的底座还有一根 BYG 的眼，就这个视野吃起龙来就非常的舒服了。我还盖了一座塔，就是这整把玩得很舒服啊，没有在赌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不是在 gamble，他们是在做一些很完美的营运吧。从我的视角，好，这里阿闪秒解，风再射再拉，哇，这个一是不用钱啊，疯狂拉扯。Driver 直接 TP 到后面，毁天灭地，结束了。其实就结束了，没有什么翻盘点，没什么翻盘点。第二把这把就说不准哪边后期比较强，你真要讲左边应该强一点，左边有武器，有沙皇，有杰利加这个露露。其实左边这五只啊，后期都是很强的。飞这角色打到后期也很能打，他那护盾一个团战可以触发三次啊，Q 有位移有控制，R 又可以强控。这里你看到卡萨过来了，他这里一定会想要再打，一定会想再他不知道你在哪，他告诉你那个红没了，他搞不好觉得你红开往上刷啊，他不会觉得你在啊，你就照三角 bait 就好，两个都还有闪，甚至风还有进化，他们是。很有足够能力可以钓鱼的，用闪现钓鱼，你就直接走这里过来，感觉至少可以杀一个。正面走出来什么都没摸到，感觉有点可惜，让这两个位置太好了。双人线过来帮忙，虽然吃的有点拼啊，因为大家都没有装备，这龙还是比较硬的。哦，下来抢了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哇，没办法，Q 中。那 Q 中一千就中掉了啊，有点 G 这个开局，这波龙就有点 G 啊，没中到还被对方全身而退，直接抓这个组合看起来有点拙劣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飞爱阿奇的这组合怪怪的，就你看啊，这个中路剩三分之一血了，三分之一血
在脸上被举起来，然后竟然还得交闪才能杀，就有点勉强吧，有点勉强，但还是杀到了。这不点皮点到了，状态也赢。但是这里为什么前后差这么多？他们感觉没有同步哎、欸，而且露露魔不够开大、啊，对吧？露露魔按完 R 就没魔喽。露露这魔条按完 R 就没魔了，啊，如果放小招就没魔按大了。那怎么玩？哇，我觉得风没打错，他这波回头开大点，露露再给他大会赢。但问题是他不知道露露没魔，应该是这样。露露应该要跟他讲，露露应该要一直跟他强调他没大。没魔开大，不，你看这边开大就反挡了。没魔啊，我操！我觉得这失误有点大，但这失误是源自于沟通的失误啊。我觉得两个人都有问题，只是比较大的问题是辅助自己的魔量要控好。你魔量没控好，放不了全招，你要提前 AD。所以其实看到这个失误，我蛮欣慰的，因为这盘倒不是说有什么大的失误，或真的实力不如人才输，我觉得是一个沟通的小失误，给这把种下败因呐、啊。但是小失误容易调整，对吧？有些东西像是心态上的失误，或者角色池的不足，这种东西就很难调啊。就有些选手是调了一两年都调不好的，是而且这调的过程非常辛苦，你会觉得怎么调都没有改变，然后选手会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之类的，就会搞得双边都很痛苦。像这种小失误就。这种就是可以接受的，就耳提面命讲个两次就解决了。怎么又来了？哇，这样开太勉强了，我觉得。顺，哇，死了，抓到了，哦呦，后面 TP 哪里来的？我想说这个硬开也太硬了吧，只抓到一个其实很亏啊。哦，因为这波甚至可以说不需要阿奇尔，阿奇尔来只是给你一个力量，兄弟我来了，干死他。这阿奇很像来化修的，来站虾的。但他实际上，他如果过来，应该要很轻松的杀掉他。只杀一个，其实不是特别赚的，我感觉。打到这里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我们看一下关键的团战到底在哪里。探草，扫到人，吹一顿 A 一 A， 半血，可以，那可以压塔了。四人抱团走上，然后敌方中路没有兵线，哦，这塔有免费的。又拿下了，哎、欸，这经济差、啊，这能输啊？这感觉不太能输啊！哇，狗里一推二，瑞尔奇迹男也被推走，杰利先到了，对方的 AD 还很远，这波是一个时间差的四打二，但风这波好像有点上头啦，这波风跟 driver， 他可能觉得 driver 到了可以硬打嘛，他扛着路仙的伤害硬点。但是状态被换得很惨啊！我操，还站在眼站回家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这边应该直接走了，你知道吗？就你应该要意识到，一个职业选手，他肯定不可能平 A 去吃兵的，他肯定会用 Q 去洗线，不会在那里慢慢 A 跟你浪费时间。哇 ，TP 再抓一波，哇，这波哇在顶塔，哇，这波好炸，看起来是这波炸的、啊。说实话，这盘是偏下路的问题，但其实问题不大，都很小的问题，就是沟通一下可以解决的。不知道这波大节奏啊，你下次走远一点啊，不用贪，走到这里最安全啊。你这里有眼保护你嘛，你真的是裸体站着给人家打，有眼的话，哇，这边 TP 夹过来了，往右拉，怎么会去开一个瑞尔？哇，这个推也推得很丑，好像裂开了，赶快跑。Driver， 啊，这个风，觉得风这波团有点失误，对，这个位置明显是玩不了了，明显是玩不了了。但他被骑到了，虽然他最后没有死，但是他被骑那波掉的状态，就足够让这波团战输了。举 AD， 好像没注意到他有出金身啊，这就打得一团乱。你看，其实阿奇尔如果能推的话就让他推吧。我觉得非爱不能先守啊，这个组合应该要反过来看、啊，就是打到后期，我们的风呢，竭力的输出哦，打团是比较强的，但是他有个缺点，他只能点前排，所以这时候呼夏不能再想着要去硬抓 AD 了。硬抓 AD 通常只是继续卖血，你只是卖血而已。那你要卖也可以，就是等对方前排快倒光了，你继续卖。但现在前排很明显血还很多啊。
只有卡桑蒂被打到六神血而已，现在去卖太早了，但是确实有逼到一个金身啊，只是说这样位置就闪掉了，他就是拉扯拉到你这些没位移的死光，然后你武器就被封针了，这配合有点差，就是你如果要推的话就叫 driver， driver 就直接去点吧，你看 driver 往左了，然后你去闪推，打得太混乱了，打得太混乱了，这个团战他们打的没有画面，只能说不影响结果，虽然输了一个 小分，但我觉得输这盘很好，对大家而言是一个很棒的学习机会，回去有很多东西可以再检讨再进步。这个摄影师不是很专业你知道吗，这个我以前做摄影师起家的，我以前 TSL， 是我真的要学长要教学一下，你应该要这样，就你摄影机这样架着然后再这样摇下来，你摄影机 size 你不要这么闹，你就维持这个 size， 再小一格把头切掉小一格，然后这样摄影机这样摇下来摇下来，然后摇到选手的脸上，摇到选手脸上再横着五格再扫一轮，就这个构图有点烂，你看你就有点四不像，你把它放大到一颗头在这里，然后再摇下来，然后这边 又切一半，你摇下来你要嘛就横着过去五格了，也不是拍一个人又半个，这个感觉这个镜头不是很熟练。东乐思密达，这卡啥？东乐思密达，真是跑不掉，鬼不开启，但很缓五点那个凤凰的 R 会缓是不是啊？好缓啊，鬼不开的跟没开一样，贴烂。我操！我在 driver 应该是没有带鬼步打过这个无敌了吧？他可能觉得开着鬼步应该赢得过缓速，做梦都想不到那个缓速跟鬼步一样缓。鬼步开了跟没开一样，你有看到吗？难保鬼步开了走不动啊！但我以我对 driver 的了解，他不太可能犯这种低级失误，就是说直接被两个人杀死。他应该是以为他鬼步可以拉扯，然后可以活下来。这里吃虫，这个萨亚先到了，可以看到萨亚先到了，伊泽瑞尔一发大绝啊，这个做作效果，假装有在做事，真的有做事啊，他喷到两个，为什么尼可要按火箭啊？这火箭什么意思？简猫安是这是抽筋是不是啊？抽筋是不是啊？为什么？我知道了，他要按水，火箭应该是水跟水位置没换好 ，OB 不会造成这个不准。他可能这格原本是水啊，然后合成火箭之后格子可能还没拉，因为刚合好，刚可以刚好还是各司发电机，格子还没敲，那刚刚被扫完啊，他被扫完要拉创菜，看到火箭有点好笑，全吃，举起来，哇，巴德这大绝好屌，乌迪尔进来缓全部，再拉，卡萨还在扁，116哇轮流竟然被人家扁，你干嘛？哇，这波好丑 ！BYG 好像被巴德 counter 啊！我记得我当年也被一个巴德队友开了个死亡列车上去送。啊，低头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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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低头 go go go。然后最后上车的只有我。然后懂吃了饭，瑞空抬起来，再拉回来，封在侧翼一直射。哇，这个激进侧翼直接把卡萨射爆。然后不过他好像半管是被这个龙打的、啊，这个龙的伤害也是有一点抽象。为什么打一个坦克可以这么痛啊 ？Driver 这里考得很好，哇，这个拉扯好帅啊！极限骗招啊，骗了虚弱闪现，还把两个人打残。我们仗着 EZ 有三项的这个优势，正在对 BYG 予取予求，这时候挖一个洞，想要硬抓牵线，骑回来，塔被金身，伤害不够，哇，一波反考，我有个大绝被闪现走掉，平 A。谁？尼可落地直接开啊！举起来火箭，瑞斯也直接被控住了，火控住，蛇蛇也被烧了半管，一个交闪跑掉，开一个这个奇怪的洞。洞有点奇怪，因为感觉洞开错了，好像太急了。那个洞如果往家里挖，应该就很安全。他感觉是手抖了一下，因为那洞开那个位置啊，其他人跟得上，队友救不到他，被墙卡死了。那里有一块三角地形，哎呦 ，Q 到了，要互相没有退的意思，觉得能打，哇，116直接闪开，逼出116的大绝，但是 Sora 的直接回头一个金身加开洞，好屌、哦，蛇蛇这波是卖老命了，卖老命在救，
伊泽瑞尔只能隔墙输出啊，这个输出有点断档，加上打得有点分散。然后胡晓这里熊，怎么一只熊？直接 A 烂 ，EZ 顺过来 Q， 没打到人，回头吃巴吗？可是瑞尔的状态很好，勒布朗也可以消耗，加上巴龙很硬，感觉这里得打。但是 BYG 这里有点乱，一个人在打巴龙，两个在绕，两个在打，可能这波没了，回去补状态吧。打四龙也可以，这把龙魂是火龙啊，拿火龙魂不比这条巴龙差。但是巴龙硬打的话，卡萨可以免费抢，什么叫免费抢？他可以跳下来 Q 中，卡萨 Q 中跟这个呼侠的 Q 中大概是七三开吧。瑞尔的 Q 比维尔哥的 Q 痛太多了，打那个单体物件来说，好，就 Gory 弹回去了。16 TP 这里好像对方没有察觉、欸，因为大家乱战中，加上没有在画面内，他也没视野。16这边有一个很好的位置可以进攻，但是蓝宝怎么这里都不让半条啊？准备烤半条的，我觉得这波 Gory 是不是得背锅啊？但这里跟蓝宝玩啊，他怎么会站着跟蓝宝玩？他这是 poke 脚哎、欸！如果这波 Gory 没送，我觉得 CFO 还很有得打，真的很有得打。这版本再跟大家重复讲一下，这版本的勒布朗全都是玩纯 AD 的，都是全 AD 装，然后打团呢，哦，就是先 W 踩上来点，甚至会 WR， 比较激进的 WR 踩 AD 点 AQ 一下 ，AD 多半就惨了，有踩到就惨了，没踩到直接普 A 加 Q 也是半血。这版本勒布朗是 poke 脚、啊。所以你不可能站着跟一个蓝宝护点，勒布朗没有任何技能可以增加他站 A 的输出啊，他就是纯靠装备的那些装备的伤害哦，还有一些基础伤害，然后透过他的灵活性来 poke， 单纯是这样，不可能站着跟人家对打的。我这里龙魂拿下，其实该去一半了吧，九一开了吧这里，因为这把最重要的乌迪尔，他如果有弹起来进去毁灭后排。勒布朗随便点一下，就勒布朗可以轻松的把后排点残，然后乌迪尔再绕进来，随便烧一烧 AD 就死了，又或者 AD 残了根本就不敢靠近乌迪尔，就完全输出不了的。但这盘被拿到火龙魂之后，乌迪尔一靠近，妈的一人一下火龙魂就惨了，根本没有贴进来的空间。龟公形态高速绕干。这里卡萨会被抬起来，哇，这闪现差一点，我慢慢都好极限哦。你看他这个框，你看这框，差一咪咪哎，差点抬到 AD， 可惜可惜，有点不忍卒睹啊。因为这边 CFO 只能用命去守这个龙，然后一条命一条命的倒下，也是要给他们一个掌声啊，奋战到底。有些战队这个时候就在温泉堡 KDA 了，好啊 ，BYG 打得不错。开门红，开门红，也特别感谢我们这个后勤团队啊，尤其我们总教练，这什么东西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敢这样画？我就说啊，这跟我没关系啊，我事先不知情啊，我不太会去插手这些东西啊，我就只看这个战队的训练啊。加饮水机，奢华冷冻披萨。我要截图给九妹看。你们知道吗？今2024 BYG 的赞助商本来会有九妹的，因为九妹事业其实也做很大，他本来也要挺我一发赞助，但是有点可惜，这个去年发生了一点点憾事，还是祝福我们九妹哥、早日东山再起。对了，我觉得车长这个 BN 是蛮有梗的，蛮有梗的。对，但是我也不想扼杀他的创意啦，但是我其实私心希望他这个还是少一点这个 BN， 就是尊重一下，对，尊重一下对手。哦，有先打预防针哦。哦，真的吗？你早讲妈的，你他妈看，我看到很尴尬，我想说我等一下是不是要打电话跟那个事业哥道歉一下？啊，有沟通过早说，那我就跟你们一起笑了。很 no pizza 啊。那今天就复盘复到这里啊，我们要打LOL了。